我一直都有关注这个节目，以前突然间朋友有发一个他的视频给我，说哎，你看一个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好酷，好酷，很厉害的一些 dancer。然后我看了，然后来发现是这个节目的。可是以前我看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我要在这个节目上啊，只是在看而已。然后我一听到哦，我可能要作为新的队长。我就哇 ，OK， 那我就必须去仔细的去了解，看了前几期，然后啊，比如说抢毛巾啊这些，我都看得很仔细啊，因为我是新来的，是有压力，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吧。我可能对音乐，我是听的那些声音是听得很仔细，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也是自己在编曲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啊让大家。看到一些没听到的声音，我可以表达出来给大家看。这世界很酷。